going on in here? Hello，应该有声音吧？喂，喂，好啦，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玩这个游戏。刚刚因为太忙了，没有把鸟放出来玩，所以我现在要放文鸟了，它等一下就会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用他可怕的尖锐的叫声出来跟大家打招呼。这是什么？对，没错，你是头像。国王的身体状况。How can we be sure that the king is still alive? There'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我们必须到克尔一趟。好吧，昨天我玩到哪里？我其实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好像就是说我们要啊。坏掉了，我们昨天好像就玩到他好像要我们不知道在图书馆里面拿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这是什么鬼啊，这样我是不是上不去啊？餐巾啊，这是什么？难道是这个吗？难道我们要用这个抓书吗？把它放在这里。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这个是要干嘛了。为什么有一个捕蝶网？我看一下我的任务好了。修理穿梭门的管理器。哦，对，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个东西，这个小金探子。有点可爱啊。这是一个钥匙孔吗？啊得啊打。哦呀。一个密码卡。Something is happening. 这是干嘛？哦，哇哦，好科学的一个图书馆。Secured with a fancy lock. 被锁上了，加密的方块。啊？加密的方块是什么鬼啊？啊？重新排列这些线条，这真是一个，哦。台风要来了，有看到这新闻吗？我好期待哦！台风来是不是就可以放台风假了呢？哎呀！
对啊，我期待好久的台风终于要来。哇嘞，等一下。这里好像拼错了。这个好像有点歪歪的，是这样子才对。主要是我想放假，我想放假，我今天好累的感觉。应该说每天都好累的感觉，所以想快点放假。中间这个是可以自由拉的，国王的血将保护我们，迷信啊，这个。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方块塞进去，于是我们拿到一本书，魔杖的古书。这个书是要交给这个神灯精灵吧。Need some enchanted resin and a golden frame to magically fuse the pieces. I'm sure. 魔杖的古书。可是也还好，也还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睡饱吧，都太晚睡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都太晚睡了。钳子，沉迷游戏，弹簧，最近我又发现一款手游很好玩，看看哦。首先，然后用弹簧哈哈，倒上树脂，哈哈，就这样随便粘一粘吗？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还好欸，我在玩那一款游戏，目前我才玩了几天啊，但目前没有感觉到需要氪金。虽然就是你要一直点广告来看，但是倒是不用特别氪金。The conductor is charged again. Now, allow me to quit. Now, place
place the conductor in the middle of the platform. I'm afraid that the closest you can get. That doesn't sound. That means the portal. That's our only. Remember, see. 没有神符，只有国王的血可以阻止暗影之王。冲啊！哦哦。我之前玩手机游戏，最多一个月氪，最多曾经氪过1000块吧。这个神灯精灵就不太靠谱啊，他就是那种比较弱的神灯精灵，你知道？那甲方他就是已经就是比较强的那一种。我们要准备葡萄酒，我仍然不能相信加斯帕跟沙迪要结婚了。1000块氪了什么？呵呵，真不好意思讲，我氪了奇迹暖暖。我应该先把什么拿出来？哟。哦，虽然我觉得那个还好，因为那个倒是可以玩很久。哈哈哈哈！哎呀，95278，简称278。这是什么？金黄色的豌豆吗？长竹炭，啊，这个简称可以。那如果是9527呢？这样可以吗？咦，我刚按了一个什么当当啊？轰啊！什么轰啊？现在为什么有个水龙头？总不成我把这个水龙头捅进去吧？是不是不太合？长竹台，手工挂钩，这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直播间，小到就只有我们几个人，而且其中有两个还算是我这里的，一个我，一个一只鸟。沾满了油脂的破碎的碗，氧化矿物，什么什么东西啊？我想一下，这个到底是要干嘛？我们把这个酒瓶塞进去吧。哦。哦。如果台风天，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会停电。只要一停电，我这边就要断网路了。你们就只能看到我在那边哀嚎没有网路。
9527, 你竟然不知道，谢谢你9527。天哪，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吗？怎么可能？我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吗？我的天！我按了一个什么钮？这个。哦哇哦！哇哦！吓了我一跳，鸟也被吓了一跳。鸟生气了。我刚大叫了，它就生气了。天哪，我差点就被宰成片片了。不知咋的，这座城就变成这样了。啊，真的哦。毕竟咱们都不是广东人。那两个精灵就这样走掉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吗？哦，是哦，原来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两个无耻的精灵就这样丢下我跑。我应该先提起这个手推车。呵呵，原来是这样子的。是冷知识的吧，我在想。刷子，刷子，匕首，刀子，氧化矿物。这边想必是。沙漠，呵呵呵，我要怎么把这个手推车弄起来啊？这个时候，这根楔子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杠杆或是什么的。哦，这个也可以，一个千斤顶。不能直接用这个捅进去吗？现在我需要替代一个轮子，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轮子？我们拿楼下桶子的盖子来替代轮子。我真是天才。那我是不是需要打一个洞？真是天才，可以的。然后我们把它固定起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推车推过去当桥。要炸了，已经开始觉醒仪式。城堡在5分钟就要炸了，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可以解决它。故障。故障。鹅卵石，支撑杆，这个好像拨不到。
然不是啊，这鸟就是我们的亲爱的小伙伴啊，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第四人啊。我们这直播间只有你们两个，我跟这只鸟，你忘了吗？所以我这里也算是跟人一起直播的，只是另外一个人是一只鸟而已。我们也是一个有两个实况组的直播间的。哦，还有你，好，太好了，我们现在有三个观众，一个台主跟一只鸟，听起来好像还蛮多的。撬锁工具。任何地方都有这样子不想跟我们说话的居民。开门啊，伙计！他就不开门。婚礼装饰，这个婚礼是不是就是那个底下那个卖葡萄酒的，那个说要我带葡萄酒的那个家伙？王子已经不在了，几个星期来都没有人见过国王。我明天就离开，想活的人就跟我来吧。那想必这个人应该已经挂掉了吧？这是什么东东啊？他没错，他已经是老观众。等一下，等一下，选择不符合敌方球体的蓝色球体。等等，我觉得是这个吗？等一下，还是这个？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完了，我的这个，反正一定不是这个。那我觉得是这个吧。完了，他那个记忆的圈圈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很快就不行了。将所有符文变成蓝色。鹅卵石，巫师也是我很早玩的游戏。这是一只可爱的小蝎子吗？好像并不是那么可爱。然后呢？这很适合系上绳索。但是我需要绳索咯，哪里有绳索啊？锯它好像不行，拿这个球把它的洞口堵住好像不行。嗯，看看哪里有这个钩子，拿不到。看看哦，鹅卵橡胶木锯。我们应该是要顺着这个往下爬，我在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前面找找看有没有绳索？这边好像没有东西了。
好像不想理我，那我只能靠我自己咯。这个应该也故障。我最好别空手碰它。等一下，具有极高腐蚀性的苔藓，我觉得是我生物没学好吗？什么样的苔藓会具有极高腐蚀性啊？具有极高腐蚀性的苔藓，这是什么谜一般的苔藓啊？鹅卵石。氧化矿物又是什么东西？这边是不是可以放一个球？咦，它卡死的欸，为什么是卡死的？为什么是卡死的？对呀，它卡住了耶。井旁边好像还有东西，这可以拿吗？这不可以拿。现在我有一个钳子，一个钳子，我可以把这东西夹出来吗？一个钩子，一个钩子能干嘛？一个钩子能干嘛？一个钩。我总觉得现在我手上有一大堆我好像用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到底能干嘛？还有这个故障它到底是要干什么来着？继续看，不可能啊，我们可能是要用一个绳子绑住这个钩子，然后把它垂降下去，把那个人救出来。我在想是这样。氧化矿物，奇怪呢，我想想看现在该怎么办。Hang in there, sweetie. Hang in there, sweetie. 现在我们刚刚就多了一个钩子，但是多一个钩子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要把这个也锯掉啊？哦？哦？我们现在用这个打这个吗？过来啊你！打他！为什么不能打他？给我这个不是为了打他吗？我还以为这个是要用来打他的，结果竟然不是。带钩子的布条，他怎么好像还是卡住的啊？好像还是卡住的欸。对啊，我直接问他这样拉不拉到，拉得到吧？拉不到。氧化矿物能干嘛呀？
怎么可能拿来喂他吧？明天吗？可是我今天看的时候，台风还在很远的地方呀。我今天中午听人家说有台风要来，我就去查了一下，然后好像还蛮远的。哇，这个在很远的地，这个，我们是不是要那个什么矿物来腐蚀它一下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能够找到一个让我们拿起那个矿物的？我们再来敲敲门，看他能不能给我们点帮助好了。开门啊，伙计！没有人要帮忙。那明天放台风假的机会大不大呢？粮食哦，我比较怕停电，你知道？嘉义不大吗？啊哈，哭了！那台风不来嘉义吗？这个故障到底是想我干什么呀？他说这个我不能直接用手摸，那他给我一个碗啊，他给我一个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去刮他呀。还有这只小这个小蝎子，如果停电明天你们就看不到我了。我进门，我等一下就来查一下台风的路线，怎么办嘞？现在我卡在这里了，我现在可能需要一个，照理说这个玩意应该要手机，我的手机怎么可能直播？这是电脑游戏。19、20号是这里是周末啊。我看16、17、18、19、20，周末哎，那不是刚好吗？周末刚好离开，我们就可以放假了呀。咋卡住了？好糟糕哦。对啊，说台风，我等下就去查一下它台风到底从哪里来。但它好像它会撞中央山脉吗？它中央山脉一撞，那个台风就烂掉了呀。这类的。对，明天最好提示什么？加葡萄酒，什么东西啊？从台东登陆，那肯定就是撞中央山脉。那撞完中央山脉，我们就可以跟台风说再见。它是往北一点还是往南一点啊？这个现在问你们，大概也没有办法断定，因为可能要等明天才能够比较确定知道台风到底走哪里。像这种它只要登陆地点稍微不一样，整个走向可能就不一样了。氧化矿物到底是干嘛的？它到底有没有用啊？我有点好奇。它搞不好东边擦一下，然后就一路往北往日本去了，有可能。我今天下午才注意到台风讯息的，所以我也还没有去关注台风动向。啊，原来是这样。最近几年台风倒是比较少听到出人命。哦，他就是那户不开门人家的小孩。我可以进他们家了。其实也还好，我觉得，毕竟现在对我来讲也是算是一半放假吧。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get into. What about the old canal? 古老卡纳特. This place used to be the magistrate's office. Take this key. We don't. Thank you. This is what? 看来我等一下又要制作奇怪的药剂了。这是什么？大宰相疯了！哒哒哒，首席治安官！哒哒哒，这个是不是可以制作成神符啊？我在想。那我们要制造腐蚀酸哦。让我看看，我现在还差什么？ 苔藓、毒液跟酒精，这是酒精。然后我们现在去拿苔藓。哦，这个坛不是装这个吗？那装什么？酒精，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地窖找？ 等一下，酒精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刚刚那一张那个嘞？蝎子毒液。哦，我现在要去抓蝎子。抓蝎子。如果明天我没有出现，就是我停电了。先告诉你。让我用这个把蝎子夹出来，失败了。 这让我想到取蛇毒的方法，就是把蛇头压着，在上面咬一下，大概就这种感觉。取蛇毒的方法，婚礼住宿。好嘞，首先呢，我们先把酒精倒进去，然后放进腐蚀性的苔藓，然后拉拉。 然后把盐跟矿物放进去，磨一磨，再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进去，再一次拉拉，然后把毒液加进去，最后轻轻摇晃盖子，轻轻摇晃，哈哈哈哈，我先预告一下嘛，搞不好就停电了呢。 我们这边有时候不需要台风，它也会停电啊。哎，只能用它作为最后的手段，水是生存的关键。<笑>好奇的一跑，什么鬼？什么叫好奇？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个好像跟井那个图案是一样的。 Oh my god！ 连接相同颜色的符号，以排列出不间断的线。嗯。哇哦！哇哦！哇哦！ Never knew the exit was just above him. 火焰。 我并不会被你们扰乱。这个我好像需要一个地图哎。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可能有地图的那个？ 不要吓我，停电三天，这会要我命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就是台风天，然后那一次停电非常久，然后我们冰箱的东西真的就坏掉了，我心痛了好久。巨大的爆竹，你知道我冰箱里有多少东西吗？用透明墨水写的印记。
用透明墨水写印记啊？透明墨水，我的密码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我在想，没有，现在冰箱里没有羊肉炉哦，好险！现在冰箱里没有羊肉炉，不然我又多一个心痛点。不可能清掉，你知道我冰箱里现在有多少东西吗？巨大的爆竹，火火焰，我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走，我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走，因为我不知道路。对，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是没有办法，还好现在没有羊肉炉，要是现在有羊肉炉，嘿，嘿，要是有羊肉炉，我可能会啪坏掉，好险哦！我冰箱里现在不可能清掉，我现在冰箱里光是牛排肉就有八九块吧。我冰箱里现在光是牛排肉就有八九块，还有两罐羊奶，还有一大堆的什么奶酪之类的东西。不可能收得完啊，不可能吃得完啊。羊奶真的很好喝，我这两天已经喝掉 一罐羊奶了。你把它插进去，炸了。走着，羊奶超好喝的。一堆人被关在这里，你这个王子也太强了吧。Again. How did you... There's no time for that! Right. I think arranging that device properly... 这种时候还是只能靠可靠的我。我必须说我也不是一个这么时髦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抖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已经跟时代脱节了。我要一路爬上去吗？这箱子有点重。哎，彩色的玻璃片。Still can't believe you found me. Ah, what a woman. 触发框架。排成正确的形状，是不是正确的形状？是这个意思吗？嗯，要不这样呗。很多可爱的女孩子装可爱骗赞，用一束光分散所有暗淡的色哈，这是什么烂翻译啊？用一束光分散所有暗淡的色，这翻译我也是醉了我。怪怪的。那我觉得大概我的确不会想要看，我怎么可能会想看可爱女孩子装可爱骗赞啊？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男孩子女孩子，根本不需要在抖音上看。
Tara? Yes. It's great seeing you. Oh, you. 现在怎么样？我要让他垫着我踩到上面去吗？ 好像会有一点痛。我觉得他上去以后可能会出什么事情。哇哦！等等我。 这个我还没拿到，肯定有问题。走，这里要塌了。那你们想不想看可爱的文鸟？可爱的文鸟片赞呢？<笑>什么鬼啊？<笑>这能这样比吗？<笑>绝对不可以！我觉得完全不能这样比，好吗？你不要捂住羊肉炉哦。 是什么？好，认真小手相。双耳瓶头盔跟沙漏链带。双耳瓶，我好没看双耳瓶。 双耳瓶，沙漏，链带，<笑>可爱的文鸟，你居然不喜欢看可爱的文鸟吗？文鸟会伤心的。它最近很夸张的很粘人。 自从我带他回家一趟，他这两天疯狂黏人，就是坚持一直要待在我手上，不肯下的那一种。我都没虐待他，他为什么会这样？奇怪。油灯啊，油灯是这个油灯，不是提灯的油灯，是油灯的油灯。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感冒，还差一个油灯在哪儿呢？什么鬼？新鲜的文鸟听起来好像很好吃。那一天我们家煮了那个炖牛肉汤，它差点就冲进去了。 魔又有灯了嘞！啊，这里，嗯，我得到了一把神兵，这绝对是一把神兵，好吧，也可能不是什么神兵。波斯的比例模型，锁头不见了。 那我还是只能跟他讲话吗？我其实并不想跟他讲话。他其实并没有办法给我什么帮助。嗯，守卫长，他又能搞出什么事呢？这简直就是一个立 flag 的一个典型的，他能干什么事呢？ 神秘盒子，可惜我没有钥匙。这个武器捅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我觉得可能不行。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找一个看起来。 小一点，但是给力一点的武器。等一下，这盒子该不会是个钥匙吧？等一下，它是一个钥匙。<笑>
如果你只吃水煮蛋，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瘦的。但是如果你先吃了羊肉炉，再吃水煮蛋，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不会瘦哦。拿几桶它，树皮太厚。This is what we need to get through that overgrowth. This must be one of the finest engineered cabinets in the whole world. 在想什么？哪有这么好的事？我现在手上有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能帮上我什么吗？我应该是把这个边，总不可能用这个去捅它吧？我太阳封印。我要找一个工具，那我现在手上就一个戟，但这个树太厚了，我又没办法把它捅开。我现在吹着冷气，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天气热这种事。天气不是挺凉爽的吗？我还以为那戟是一个神兵，结果那戟唯一的工作竟然就是用来爬这个扒拉这个错字，真是有点太没用。我倒是有听说过一种减重减肥方法，叫做……哇，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饮食啊？就是你只吃肉，就是只吃高脂肪的东西，然后不吃碳水化合物，也不吃糖。这个叫做什么减肥法呀？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什么饮食，我想不起来。是全糖饮食吗？还是什么？哇哦，生酮饮食，我想起来，生酮饮食，扳手，这好像是这个画跟这边的画风跟这边的风格就完全就不搭呀。生酮饮食好像是医疗用的。阿扎尔，这不就是刚刚那个侍卫长吗？他为什么丢下他的衣服，只剩下他的？为什么他丢下他的衣服呢？他的人去哪里了？这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只剩下衣服啊？有点可怕吧？人怎么了？不是生酮饮食，它好像是一种医疗用途的。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只能燃烧脂肪。拖动轨道，沿着轨道拖动两个引脚以解锁每侧，就是这个。啊哒，啊哒，啊哒。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有点没看懂呢？我有点没看懂这是在干嘛。算了，过了就好了。Oh my god！ 他看起来好像就要死掉了。他一定饿了好几天。啊，渴死！他想必是王子。
这是什么非主流的事情？ Are you all right? Take your time. 所以刚刚画里面那个小男孩就是他本人咯，这个就是他本人咯。他小时候这么可爱的吗？ 长大后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岁月不饶人啊。 天啊，这是我看过最可爱的解谜了，竟然有如此多可爱的毛茸茸，群聚在这里，真叫我不知所措，那么多可爱的毛茸茸。 虽然你的头长得很像，但你不在那儿。我打，可是你也不是你，也不是你。不不不，你不长这。嗯，好像不太像。 像可以，它长了两个触角，所以是你。所以你今天真的吃水煮蛋吗？ 好啦，水煮蛋是还不错的食物，我也还蛮喜欢吃水煮蛋。但是如果你加一点点茶叶，再加一点点酱油，然后再放一个卤包进去，它就会变成很好吃的茶叶卤蛋哦。 大流士的玩具兵。 国王的回忆录，照顾30年前照顾我们的儿子，亲爱的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你会以自己的生命来救他？所以这个王子他是母亲难产过世，看来是这个样子吧。那我好像还缺一个。 什么？你们平常家里没有茶叶的吗？我这边随时都有茶叶啊。啊？等一下，按正确的顺序，按下正在出现的精灵塔。什么叫正确的顺序啊？ 他怎么下去了？ 突然得到一个，突然莫名其妙，<笑>我就不知道他的证据是什么鬼。 国王会在他的宫殿中间放一个电梯啊！这是什么无厘头的剧情？我要笑死了！真的要笑死了！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这样看起来就更傻。他的剑呢？
screws are pretty loose, but I need something thinner than my fingers.什么叫我需要一些东西才能碰到它？我不能拿那把剑吗？啊？不完整的，为什么？哦。不是食之人，什么鬼？现在呢？我们先要想办法爬出去吗？这可以把那个砍掉吗？把门从铰链上抬起来。完了！我觉得电梯要掉下去了。简直就乌鸦嘴，我的天！好吧，不管了。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地方。一块石头，阶梯啊！Its spores are desired by many alchemists.泡泡真菌是什么鬼？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木板之类的东西？把这个，我们把这个梯子修好呗。柚子，你又干什么了？你又干嘛了？我又被蚊鸟袭击了！快住手！你快住嘴！好吧，不管他了。Find something to get you across here. If we could pull it from underneath this column, it would create a bridge for Terra. Can't push it, but I could try to attach something. 用重的东西把它拉到深渊是什么东西啊？ I think that's a passage. There's no door handle. 他在跟我招手吗？他的牙。脚，看看啊，爪子。升降梯的链子，那我们把爪子装上去。然后他刚刚说什么？这最好是有这么准，我才不相信呢。他看不懂的好吗？他是一只傻鸟，他只要你跟他玩呐、啊，你只要把他抓着，他就不会叽叽叫，他就是想你跟他玩。你现在我把他捏着，他就比较不会那个。他的藏身处怎么平常也不收的，有点脏乱。这将会阻碍所有科尔附近的光明魔法，那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的觉醒仪式。光明魔法，这个是要一推它就啪把这个钉上去的意思吧？那我是不是要修好这个轨道？我觉得那只是戏剧效果。辉煌之剑。
How are you holding up? I've been better. My father loved my mother more than the labor was complicated. 果然是难产. My mother always resented all things considered. I think so too. How are you? My father, the labor was complicated. My king. Don't. To you. Why did you keep your identity? The blood flowing through my... But I spent most of my childhood... I'd rather have people judge... I think you're going to... Let's make sure... 话痨, 说得好。 Won't budge. 我现在要想想看哦。 我要让这个家伙过来撞这个东西。 应该是要让他过来撞吧。 啊, 我就知道。 话痨就是话很多啊。 自发于尽，可以快速将液体凝固。那有什么？哎，啊，什么鬼？乙醚溶液、冷冻粘土、真菌孢子、自发于尽。那我想想看，我需要一个容器。 冷冻粘土碎片，冷冻粘土碎片，还差两片，嗯，在哪呢？会不会躲在这个下面？嗯哼，还有一个。 冻粘土，超级搜索者，这是不是有个东西有眼睛？等等，我刚钥匙，它必须要先被溶解啊！它必须要先被溶解。 等一下，我们刚刚那个配方需要什么？乙醚溶液、真菌孢子、自发于尽。孢子的袋子、洗碗，这个是用来装哪个的呢？然后孢子袋子。 哦，他说这个要先溶解是吧？这样是不是到齐了？到齐了，所以我们先把，然后把这个磨成粉。 然后倒进去，然后把包子也倒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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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倒进去
哦，啪叽！有点恶心，竟然啪叽成这个样子。
123, 就是这两边有人按他的门就会开的意思咯。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制造远程武器，无限的弓。那我们现在需要一条线，去哪里弄线啊？回去看看好。 这个应该还差一个，用适当的工具可以拧开这个螺丝。他大概是虫族吧，他刚刚在铺军毯。 他还铺军毯，所以他应该是个虫族。我在想，少一条绳子，绳子没有回头路了。 只能往前走了，所以绳子一定就在这附近。我们找一下，这个液体能不能回收再利用啊？哇哦！我不知为何一打它就变回原形了。 这是什么？又是这个？打！哦，它的转是转盘？等下，它的转是谁转啊？我现在有点看不太懂。我怎么觉得它的方向好像？ 方向怎么让我有点看不懂呢？算，能过就好。我可以操纵它吗？一把坏掉的琴。对。 呵呵呵，他还呆的一声。那我是不是需要把它削成箭头？削成箭头？啊，我们先去给那个怪物拔牙，它的牙就是我们要的箭头。 我觉得这个箭头看起来有点太重了，感觉它那个箭射出去，那个箭头就会往下掉，可能不是很妙。啊哈哈，好好好好，好有参与感哦，好有参与感。 我来了！啊哦！你作为一个国王，你怎么可以那么冲动？哎，等一下，他把精灵吃掉了，被吃掉了！ Oh my god！ 他突然变成一只结合了章鱼怪跟阿兹莫丹的一个奇怪的，哦，他应该就是阿。
阿兹莫丹只是他的脚长反了，他看起来就是阿兹莫丹，可是他的脚长反，对，就这种感觉。对的，选择不符合敌方的球体。 这个是什么鬼？哇塞！阿兹莫丹就是那个暗黑破坏神的 boss 啊，一只胖胖的 boss。你等下去 Google 阿兹莫丹暗黑破坏神，你就会看到。这，快点！ 原来他刚是去到人的吗？哦吼吼吼！嗯，将所有的符文变成蓝色。啊，我超厉害的，我只能说。而且他跟阿兹莫丹一样弱，我只能说，阿兹莫丹也是这么弱的。 他变成这样了，这里流浪汉。于是我们拯救了波斯，好可爱，看这无奈的小脸。 这是个典型的，我不想跟你玩，但既然你那么想玩，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一下吧。他的表情在说这样的话，他管是一个菜鸟实习生，然后他老师已经想说，哎，这么蠢，可是谁叫他是我的学生呢？还能怎么样呢？他从来找不到去大学的路，放宽了呀。哈哈，竟然还有一个很狗血的结局，就是他们居然结婚了，我的天！用这种轻松的小游戏来作为我们回归的。 回归的第一款游戏，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呀。总不能一上来就是可怕的大作之类的吧？虽然说我好像这次没什么大作。哎呀，欧洲的预料肯定不准。迷你游戏，隐藏物品游戏。哦，这是我们玩过的游戏吗？ 哇，那肯定就不来了呀，那肯定就不来了呀。好啦，那就我的台风假就没有希望了吗？<笑>我期望的台风假，好吧，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好像没有那个，它好像没有那个没有附加的游戏，哎，可是没有台风假，我有点犹豫。我等一下还是去关心一下。 台风的讯息，我来看一下明天玩什么游戏哦。这是 P 开头的。我们明天来玩，我看看，我想找一款，哎呦，有点可怕。我想找一款，活泼一点的游戏吧，好不好？我们来找一款活泼一点的游戏。 我有这种东西吗？我有活泼的游戏吗？我看一下，有一款好像不是这么活泼的游戏，我是不是应该玩活泼一点的游戏啊？我这次下那只买一点点，而且我不记得我买了什么。算了，不管了，明天我随便挑一款安装吧，摸到哪一款就是哪一款呗。 好像是一些都是一些，哎呀，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啊，反正明天我随便抓一款，随便抓一款安装吧，看有没有动态一点的游戏。我明天不想玩电击前夜，因为有几款游戏我跳过了的样子，所以我不太确定。什么随便抓一款索马什么鬼啊？没有那个游戏啊。我按照字母排的，可是有些游戏我觉得好像有点沉闷，我就一下子并不是很想在这么愉快的季节玩看起来有点沉闷的游戏，所以有几款被我跳过了。NOP， 好吧，有一款看起来好像有点阴沉的游戏，明天我们来玩这个看起来有点阴沉的游戏好了，看起来好像有点恐怖，我的天啊，它的标签是恐怖跟超现实诶，我们明天来玩这款游戏吧，恐怖跟超现实。好吧，先这样。我不知道嘞，明天我们玩看就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恐怖游戏了啊，明天就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明天见。明天见，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停电吧，明天见，拜拜。